贝贝姐救命呀，小鬼都升级后到处欺负人。就算你这波活动都没用，小文姐，今天你是我的了。可恶的小鬼头，怎么会变六阶的？不管了，茄子忍者魔术姑跟我上。鬼头大人，我先替你探探路，美味的植物我来了。哎呦我去，怎么会有龙卷风？哼，小鬼头，你要为今天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你俩真是考验我的美色，不然的话怎么会把这么多小黄驴？大姐，赶紧用能量豆给魔术姑，这样就能变成同样的六阶巨人僵尸。没问题，这家伙竟然是个大光头。他没有我一半壮，起码我有帽子和纹身，比他霸气多了。喜欢本期节目的话，记得点个赞哦。